耳朵的高低在面相学上也有一定的标准。所谓耳朵高，就是指耳朵顶端的部分高出眼睛。同理，耳朵低，就是指耳朵顶端的部分低于眼睛。如果一个人的耳朵位置过高，则说明此人头脑聪明，机智过人，且自信心较强。但这一类人好胜心十分强烈，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。耳朵高的人往往学习能力、创造能力都不错，而且从小就受到家里的栽培教育，有旺盛的贵人运，所以年纪轻轻就已经成名，也能轻易得到别人追求一生的社会地位与名声。耳轮的位置超过眉毛的位置，表示他胸怀大志，且容易得到贵人帮助，能够早年得志。如果耳朵位置适中或较低，则说明此人虽然对事物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不是很强，但却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，不会刻意的去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，容易随遇而安，关注一脉相承，天天承接好运。